这个季节一定不要错过这道百味黄焖鸡，吃一次就忘不了。鸡肉不用焯水，直接下锅炒至八面金黄，然后倒入刷锅中，加入姜葱蒜和秋天的板栗。好吃的关键是这包黄焖酱既能上色又能调味，再加半瓶啤酒，一碗清水没过食材，扣盖小火焖煮半个小时，不吃辣的放些青红辣椒点缀，这样做的板栗焖鸡一上桌就抢光了。